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曲子由高中大学团所带来的 Mira 乐神。Mira 是金鱼座中心相当有名的一颗变光星。本曲集是以描述星星亮度变化为主题的优美作品，以铁琴明亮的音色为中心，由快板、慢板、快板三段形式构成，并加入丰富的小乐器元素，点缀其中的钟情，同时点缀出令人感动的夜空。各乐器旋律主题华丽，轻盈的轰鸣声在星星中闪烁，音乐强弱的转换恰如 Mira 的奇幻变化的光灿烂的绽放。先让我来欣赏这一首 Mira 乐神。
上半场的曲目在此告一段落，现在开始进入中场休息15分钟，观众朋友们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，或是去个洗手间，我们待会儿见。